这首曲子当中呢，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合唱团，但是我只有一张嘴，要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通过 Chuck， 我对我手上这个麦克风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改造，让它可以把我唱的内容变成大合唱。比如，如果我唱 Fithos Lusec Wecos Vinosec Fithos Lusec Wecos Vinosec。另外呢，这首曲子当中还有一个很华丽的竖琴的音色，我把它做到了 iPad 上面，让它一键触发，这样演奏就很容易。还有呢，它需要用到一个很大的太鼓的音色，这里呢我用到了那个 Boxberry 这个 contact mic， 一个接触式的麦克风，我把它贴在我这间房间的地面上，然后通过 Chuck 进行简单的程序之后呢，我可以把整个地面变成太鼓的鼓面来演奏。通过不同的力度设置呢，可以让它触发不同程度的鼓的音色，比如如果我踩得重一点，踩得再重一点，